呢，我们的音乐会即将开始，那我们邀请台南花月县合唱团的成员们上台，给大家掌声鼓励，谢谢。亲爱的嘉宾朋友们以及东海大学校友们，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各位莅临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来欣赏由台南 YMCA 合唱团及东海大学校牧室共同举办的《愿您平安》，缅怀前吴德耀校长夫人，薛英女士的追思音乐会。那 YMCA 合唱团指挥商立英老师呢，是东海大学毕业的校友，当年在校时深受校长夫人薛英女士以及圣乐团指挥郑德安老师在圣乐事工领域的教导、启蒙与指引，让商老师多年来在圣乐推广传承的事工上，无论路途多么艰辛困难，一直秉持恩师的叮咛交代，绝不轻言放弃。那适逢薛英女士的名旦，商老师怀着感恩的心，带领台南 YMCA 合唱团再次回到东海大学，特别演出当年由薛英女士在圣乐团担任女高音独唱的曲目《孟德尔顺的主啊，请垂听我请求》，来缅怀恩师。她清澈优美的歌声动人心魄，令人毕生难忘。同时，也将演出佛瑞的安魂曲《Requiem》，来缅怀郑德安指挥以及古诺《圣西利亚弥赛曲》，让世人能洗涤被昏浊尘世所污。污秽的心灵而充满信心，安然自得地生活在爱、信心与希望的境地。好，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东海大学科牧师来带领我们大家祷告，祈求今天的音乐会能够平安顺利完成。让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各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路思义教堂，可以听美丽的音乐。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知道这个音乐是妇人会喜欢的音乐，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对这个学校、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主，我们现在求主祝福所有的音乐家，也祝福我们来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掌声谢谢柯牧师。好，那我们的音乐会正式开始，请各位嘉宾一起静心来欣赏由台南 YMC 合唱团演出的《愿您平安》，缅怀前吴德耀校长夫人薛英女士的追思音乐会。谢谢大家。那我们邀请我们的商立英老师指挥上台，谢谢。
好，各位嘉宾，那我们中场休息十五分钟，那十五分钟后请再次回到座位上来，然后继续欣赏我们下半场精彩的节目，谢谢。